菩薩敬順佛意，發願意惡世中求宣往返十方國土，不朽心明，任然弘宣敬教，諸菩薩任然殊啊，諸為得無上忍，願行佛法，俗世中持經修護眾生。咱即幾天啊，大家人愛親用心，用咱真正吸收法，法愛入心，法緣就是愛入靈魂，將法啊，愛大家人分享，啊，要大家大家人分享，咱一定愛真清楚啊，聽法毋是愛經文，安尼直直看過去，疑問啊，解疑過就好啊。咱應該啊，疑問解疑了後呢，咱愛過去體會，這個體會啦，雖然口用嘴來解釋經文是安尼，咱耳仔聽入去，心了解，安尼是無夠的。咱愛將心了解啦，甲家家己呢，有行過無？有感觸到無？法雖然啊是無形無體相，但是咱在阿彌的團體裡啊，過去咱所做，對嗎？咱的團體呢，團體，咱的菩薩團體啦，有做過甲咱分享的呀，迄个去付出活动，因所感受的，因将感受的做代志，待人接物，甲咱的法有对照着无？咱家己做的啊，有对应着无？这呢是足重要的。经文是文字啦，讲经呢，只是声音啦。文字，咱会当看，确实呢，听听入去遐呢，就已经声音无去啊。但是呢，迄、那个记忆有伫心呢无？啊，伫心呢，咱有捌去用着无？甲过去呢，有去接触到无？那有去接触到，那就是这个法，就是一条路，咱捌行过的道，所以这条路咱捌行过啦。这个道呢，咱实践过啊啦，道就是经啦。所讲的经呢，我已经有体悟到了。咱一定爱的经者道也，道者路也。所以菩萨会觉悟道路，咱是不是接触到这个法，将咱的内心深处
有启发出来无？启发出了，咱这颗心，咱来印证咱是不是有把这个经用得多，多用得多，咱日常在咧行也无？这就是咱爱达工。烦恼啊，再烦恼。正面的经文的意义，重新呢再讲，那唔通去好未记哩，重复呢再提，一定爱，各家的代志啦，一滴一滴滴咱的心，所以菩提就是。萨埵是有情人，菩萨那就是觉悟的有情人，因为菩萨虽然体会到啦，虽然呢，伊也是身体力行啦，虽然伊安尼长久的时间心不退转啦。依教奉行，但是行六道，那万行，迄、那个因也未完，哎，因完呐，则出果啊，这就是爱，因缘拢记起哦，啊，这个因缘就是咱。在咧身体力行，都惊有够哦。咱的心啊，这个心性呢，也阁有烦恼，也无付出去。虽然呐、啊，在这个恶世中，人事物真复杂。还是赶快安尼发心，红尘滚滚呐，愿意的人群中去付出。但是现在的人啊，关系被救的、被救度的人，是不是真欢喜接受了后呢？伊的心有受到净化无？啊，只是真心的付出，期待伊呢？这人间即可消除，当然咱嘛真期待伊呢，再加上了伊的这内心啦，会当接受，这就是咱。要用心，啊，或者是呢，在咱的周围，甲咱同心同道同志愿，同心同道同志愿。虽然伊发菩萨心，甲咱同款的方向，但是呢，各人各人呐、啊，迄、那个习气拢无同。无同的习气呢，彼此啊，要汇合起来，去走同条的一条路，是不是会当？人人拢如咱的意呢，互咱看到真顺眼呢，互咱听到真欢喜呢，或者是习气还阁有，那有虾米款的差？错，那咱要安怎样？来，对于安尼的人，这都是咱爱修啊，动修净化，那该来动修，共同呢来勉励啦，要安怎样？彼此之间呐，这方向正确。再接再厉，这就是要用很长的时间啊，
菩萨要六道万行啦，这些同志愿的人，咱爱照顾，比咱帮助的人，咱爱用心，真的，要一旦好隆重教完完，救人家比救家。能一旦教完完，这个因缘呐，转恶为善，那转善为福，转福呢，那就是感悟的各有情人，这就是咱爱付出去动刀，爱去当这刀花。所以菩萨道要会当圆满呢，哈，唔是遐尼简单，总是呢，咱爱不断呐，伫安尼个世间呐，不断不断个历练呐，这些各有情人，伫即种五浊恶世个内底。哎，面向的呢，是真艰巨、真艰巨啦！哎，一件代志，这就是一大事啦。菩萨也是为一大事，因为咱要上求佛道，所以咱来敬顺佛意。佛所给咱教养呢，那咱。爱真正的殷勤恭敬，该接受落来。佛法，你要会当得啊，你必定爱接受。啊，接受佛法呢，你若无恭敬心，法在你的心里一点啊都无珍贵啊。你若会当呢，去该运用呢？所以咱必定爱珍惜，咱爱尊重，所以咱爱敬顺佛意。佛陀的理想，伊来人间，其他无所求，只干那求要爱众生，会当替我人人有真如本性。人人会当自爱，爱人，人人心无烦恼，心无烦恼，人间事物啊，都对咱无障碍，无障碍，无恐怖，无有烦恼颠倒，颠倒烦恼妄想，拢总去除。众生的苦，就是烦恼无相啊，太多啦！心呢，真正是无法度平安自在哦。这就是咱心念杂杂了后呢，一念之偏呐，可能惹来了心中呢，啊呢。密密的烦恼啦，那是真艰苦啊！所以咱来好好用心，咱敬顺佛意，都爱发愿，发愿以恶世中，唯有在恶世中啦，有法度来磨难，咱来肯定磨啊！这物件要会当真坚固啦，必定爱先磨过。爱愈切愈粗啦，爱经过磨，经过剁过，真诶，这个物件才会当成为真精、真光滑，必定爱切爱磨，所以咱必定爱发愿，唯有伫这个恶作诶世间呐，就亲像一个红炉热火同款。咱来经得起了历练，所以发愿恶世中
唔通躲避，面对现实。你要入这个人群，要入这个族世，那咱一定要有愿力。唔是因为业来，是因为愿而来，所以发愿以恶世中来净化。不管是咱的当受者，或者是呢，咱特别去感化的人，和苦难咱要去解救拨的人，这拢是咱的心愿吼。那哎，唔惊麻烦，来来回回啦，一世人度你未到，我来世人再来，生生世世，所以呢。就算往返十方任何一个国度，我都愿意去。这个十方国度呢，在任何一个所在，我都是拼命啦，无惜生命，那尽心修去付出，不管累生死啦，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是安呢。不朽心命啦！那在这个五浊恶世，啊，心里要有准备，忍耐风霜警告，要忍得起真多呢，重重重重的困难。那诸菩萨啦，忍耐殊胜。堪得忍啦，真多真多呢，人事物种种的艰巨困难吼，这一定爱忍啦。那有的菩萨，他就是真有信心，哎，表明了我已经有得到这种无生忍。佛陀所说的教法，我尊重法；佛陀所教育的，我都已经有历练过啊。这无生忍呐，人间呐，不管大自然或者是人为啦，啊，种种一切困难，我都堪得忍受。所以，愿行万法作舍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呢，在这个佛法作恶世中啦，我愿意，那愿意什么啊？愿意持经修护众生啦，各位，那来真用心啦，也嘛都爱，真透彻了解，你了解了后呢，那采取行动。这点心，那就是坚定的啦。也那敢那讲听啦，啊，你都安尼讲，我都对你安尼行，安尼呢，愿力未坚定吼。所以，那来经过了思考，决心立志，那这个志都无动摇啦。这才是真菩萨吼，因愿力。属以迷灵察，在这个世间中呢，哪怕是真小的事物，咱也都要真用心嘛，去观察啦，这代志，每一句话，每一项事，每一个人，人有各人无同的习气，人。所讲的话呢，那内底呢所含的
意思，是真是假，是实是虚，好，咱拢呢爱真用心啊，去体会，去面对无同款的人，无同款的习气，无同款啊，等等，所以啊，事啊，那或者是道理，咱拢都总爱用真微细的心思啦，去观察，所以处事以微观察。真少真少，咱爱去了解啦，也知影这个人习气都是安尼，呀，还是同款，要安怎去包容，安怎来慢慢感化，这呢，嘛就是咱爱真用心思伫灵根中啦，袂用诶放弃任何一项。困难的代志，袂用诶放弃一项任何呢，一个失去无好诶人，总是呢，咱既来人间生生世世，是不放弃，咱深愿呐，真深入愿呐，所以袂用诶轻易放弃，所以伫即作恶世中，就是。菩萨爱有所坚持呀，所以安尼呢，咱只心会当安定啦吼，安详、宁静、心安，咱只会当啊面对着什么款啦、坎坷啦，或者是人为啦，种种的事事物物。虽然心真清楚，代志真麻烦，但是呢，要安怎啊？哎，都爱安详、宁静、心安呐、啊。啊，无是要安怎？那就是爱好好历练吼，咱要安怎面对着这么这样复杂俗世的人间呢？啊！以理柔和善顺，咱的道理啦。那虽然人事呢是有真多的困扰，但是呢，道理啦，咱爱心历练，这是长期咱所爱修心养性，爱养出了咱的这个柔和善顺，在平时。咱都爱修心啊，咱平时都爱用好咱的心啊，所以咱伫道理的面顶呢，那就会当时时敬佛意啦，那克服种种的困难，在这个复杂的人间吼，那若思想见得透啦，咱那会当理一理，咱真清楚，那咱。在书的面顶啦，都会当看得透彻，就是微细，咱都有法度呢去观察出来。所以，这个道理，咱来当它如何生顺啦？那这思想，咱都看得透啦。安尼呢，就会当呼吸不吝惜，吼、哦、那。真正你祈福啦，这些代志，咱都会当真了解，心真沉着，袂去受着人事啦，真祈福，真福啦，啊，有哪真，啊，有哪无实啊，道理，咱爱真清楚去分析，该不该做呢？不该做，咱都爱。真用心修做不该做的代志，该做呢，咱要安怎去克服？咱应该做而有困难的代志，所以咱的心要真清楚，对错呢一定要分明。所以啊，夫妻不能歇啦，是
行中持得定，咱的心中心性啊，那必定呢爱坚持，咱的定心愿力啊，所以一时呼气不能动，则唔通呢意气用事啦，一时都未用的气呼。那心浮气躁，不能安尼哩，不能动，那你心爱真安定吼，因为心中持得定呐，那爱真安定吼。那处道人呢，处世良方呐，这就是修行的道的面顶的人呐。要安怎面对世间最好的方法？所以一即持经之妙法，这是咱修道人，也是呢发愿要持经的人上好的方法，那就是咱爱以理柔和善顺，咱伫思想呢啊才看会透。当到代志，那唔通安尼心浮气躁吼，那咱爱安定，才袂去好意啊，甲咱休息去，心才袂迷乱去，心中呢才会当定啊，那才会当袂讲吼，一时碰到代志呢，那就安尼心浮气躁起来，所以啊，这就是咱。爱好好呢，坚持的，这就是修道人啦，诶，处世良方啦，哎呀，要安怎持经，就是爱用安尼的方式来，咱才会当伫这条道路呢，坚持行落去，才有法度通去克服啦。所以咱必定爱用佛陀所教法。一心三归四入，一心者，就是一念心。一念心。心性周遍，虚彻灵通啦。咱一念心呢，那真紧啦。甲你讲，澳洲风景真水，捌去过的人，一个心啊，就走甲迄个所在去，瞬间、刹那，那马上到位去啦。这是一念心，心性周遍啦。虚彻灵通，拢无障碍。这个心要上天堂，要对地噶，拢总呢无障碍哦。不管你要去多位，或者是呢发心要救人，一念心起，那咱愿力定，那自然呢，咱都会当做出了真多利益人群。所以啊，这个心性周遍。虚彻灵通啊，这个境界呢，就是一念心啊。那诸法无碍啊，咱通达诸法，搁再较无碍。虽然佛法真深奥，只要你一念心，佛法你绝对通达。
世间的道路周遍，你也会当头到位。只要你有去过，遐印象拢伫咧。同款的道理，佛法虽然无形体相，但是呢，道理呢真扎实伫咱的心灵吼。那这种善知识应万事，那佛法啊，咱用伫咱的心灵，咱想要甲伊用伫真开阔，嘛会当真开阔，拢会当受用啊。就亲像伫四川呐、啊，大家人呢伫咧清净哦，因就是用同款的法，就是要伫迄个所在。精神道理汇合起来，在那个地方去用心付出，所以大家人呢共同在几个性汇合在那个地方。现在他们也在听经，这呢无障碍啊，那一念心啊，可以呢安呢善知应万事啦，无障碍的地方，也那该修起来呢？念起啦，二生一念，该汇合起来就是一念二意啦，吼！那一念心可以散开啦，普天之下呀，那是呢？该修入来，那就是一念啦，是故若善若恶啦。若生若幻啊，无不加油，处一念心，咱是要做圣人，也是要做恶人呢？那就是同款一念心呐、啊，所以一念心呢，散开去啊，会当伫普天之下发挥伊的功能效用，修顿来一念心，就是一个法啦。所以我们要用这个一心，但是要好好修好这念心，不能偏差。恶人和圣人呢，就是像一个方向之一，一个方向偏差就成恶人，一个方向对，那就是成佛菩萨啦。所以我们弘经要有三规，立大慈悲心，着忍着伊做，诸法空为做，这就是三规。素忍呢，那就是菩萨啊，应该呢爱修心口意，爱搁加上誓愿，这叫做素安乐行，会当通达啊，就是需要。一心三归四忍，大家人爱用心的证明呢，拢已经甲大家人反复啦，讲过几哪遍。莫非呢，就是要爱大家人好好啦，甲这个法入心，唔只是入心，咱用得偌多啊，用得偌远啊，偌济人用会通啊。咱有甲大家人共事过做一项，安尼，咱心真安呐、啊，利益人群的代志，哦，咱小可想一下，啊，到底咱去到倒位去呢？咱用什么方法去做呢？这就是法散开，会当普遍真多真远。咱即马搁甲想一下，再搁伫遐远呢，其实。回顾一下，修回来就是我们现在一颗心，所以要时时用心去体会啦。所以前面的文有福以法无所行，咱有这么多法，所以正面的
文呢，就是再搁再讲，爱依法无所住，伫咧付出，无所行就是无所住。咱在法中，其实咱就是安尼真自在。啊，咱若搁加一个讲哦，啊，我就是安怎伫咧修行，啊，我就是安尼伫咧做好事，啊，我啊，我足多啊。多一个才是真我呢，那这伫咧所做的对的代志去做得对啊，无有所行，这就是安尼烦，咱都要用心，唔好定啊挂烦伫内心呢吼，付出无所求嘛，日观诸法如实相啊，来观呐 啊，这个烦呢，如实相，如实相。是无体无形啊，道理呢，就是这么扎实，但是呢，无有体形，这就是道理啦。心会当善天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修回来呢，是咱的一念念定，修方自如啦，这就是法吼。那一不行不分别。含面过去安怎过去啊？都是过去啦。四名菩萨摩诃萨行处菩萨，一直都是保持一念心干净，无挂碍，无挂碍故吼，这就是菩萨呢。那真空啊，妙有爱理解所在。下面接来一段文啊，因何名？菩萨摩诃萨清净处，菩萨摩诃萨不清净，国王呀，王子大神官长吼，那菩萨爱清净呢，未用的清净呢，咱爱真分明呐。这是因为呢，惊恐惊流俗为天理，切齿呢宽舍，骄奢侈穷庸，故以天理痴业。这就是要甲咱改，甲咱预防呐，咱的心唔通去。攀阿尼的缘呐，咱那些去添曲啦，添曲，这真坐在高位的人呐，这呢恐惊的咱会慢慢呐，心会堕业，慢慢地退失去，会趋向呢，就是宽恕，那一定呢向着这个宽恕啊。来去攀岩呐，好，什么款什么款的人，我拢慢呢。好，领导对我另眼看待，什么款的人，我拢行会通呢，叫会行呢。您爱对我呢，好啊，等等啦，这都是切齿宽舍吼，轿车真正的轿慢呐，真正巧齿吼。这种愈来啦，这种的慢心啦，自我自大吼，那气功用，那伫阿尼呢，修行者，干那为着功用呢，来去添迷人吼，这呢万不可行啊！咱有咱的清楚，咱的接触的咧，所以爱好好保修好咱家己的品格。唔通干那要献殷勤去施予人吼，咱爱柔和善顺，对人善意啊，但是无需要呢，巧言令色吼，该讲好话，该说法，这都可以，但是呢，唔是用天理
的方式，咱家己爱真谨慎吼，对都是对，唔对都是唔对。但是唔对的呢，咱要安怎去对伊这个唔对？但是唔是心浮气躁吼，咱要安怎定心？安怎样可以一旦了解伊是唔对的，咱家己爱知影，所以唔免气焰，也唔免呢去添迷吼。那咱要做对的代志，那唔通呢唔对的啊，因为伊有权有势啊，咱一定呢安尼为着要扑起伊的欢喜，所以唔对的咱嘛甲讲对对对，是你对的，安尼是唔对。是咱唔对吼，所以咱应该呢，哎，这是非分清楚，这就是咧教育咱，教育咱，哎，防非止恶啦，唔通呢有这个恶嘅习气啊，入咱嘅心来啦，一有之处啦，即防非正物，咱那是有。这个偏移天理切气权势啊，有这个心要去移动人的权、人的势、人的命，那咱家己爱赶紧，爱好好自省啦。也那有安尼呢，这就是容易会荒废了咱的政务，咱的道业、咱的政务会受伊荒废去吼，那也容易堕落，这都是。这样不好，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用心啦。那落定呢？这样，这款呢，安尼为着要企业有权有势的人，分伊摇摆乞怜呐，好亲像呢，干阿去企业主人，阿底下摇摆吼，那这种呢，大家人唔知怎样无吼，唔通摇摆乞怜呐，狗啊吼，那我来咱的身躯边，阿个锁。爱都买滴滴药啊药啊吼，那就是互你较爱伊。那咱无需要做安尼呀，真正咱有咱的品格啊，修行者。但是唔是自高自骄嘛？大家人爱分别好清楚吼。那呢，修节制啊，爱修咱的节，修咱的制吼，唔通呢去安尼。要不去练啦，去添美哈。那你无所不至哈，那这个心思啦，啊，在迄个所在浪费哈，为俗人啊，七利不害，干那在迄个所在，底下咧巴结人啦，哪有心呢？修行呢？啊，干那在迄个所在，底咧攀岩啦，来来去去世俗，还要从啥个？啊，无去一个吼，歹势啦！啊，那啊，等等吼，真侪代志，咱该做爱做，咱该做的代志，唔是呢？干那伫迄个所在攀岩呐，那安尼待下攀岩，偌济时间好攀岩呢？那总是哎，把握时间吼，啊，那无呢？咱这条路要安怎行？时间有限呐，又是。戒之不可近，因为安尼佛陀甲咱戒，唔通去亲近啊，亲近国王啊、大神等等啦，那唔通去安尼。当然啦，但要做虾米代志，咱用尊重心、感恩心、真实心啦，那需要甲咱协助的，那咱来向因表。我要做这个代志，需要呢，那政府需要呢，就一旦来了解，一旦帮助，这到时呢，
为天下人做天下事吼，那唔是为家己的利益去一味呢，去扑刺，去添味啊，唔是安尼，所以大家爱分得清楚。因何名菩萨摩诃萨清净处吼？前面所讲的，咱来安住清净之处啊，咱该清净呢，应该清净心。勤修修持一切诸善行，要好好护念大乘经法，即咱家己要真殷勤修行啦。咱要修持一切善，断除一切恶吼。那一切恶啊，即无该做的代志，咱要赶紧断除。该做的呢，那还是要殷勤修持，吼、哦。那咱来保护咱的心嘛，咱的心念呢，那就是带圣经的教法。那利己利人，家己好好修行是利益自己呀、啊，通达道理利益自己。那付出呢，那就是利益他人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菩萨摩诃萨啊。不亲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长，吼。这是咱唔免去献殷勤，唔免去添味啊，唔免去巴结吼。但是呢，咱爱用诚意的心来面对吼。那不管是国王，不管是大臣、官长啊，其实呢，也是爱为人民做事啊，爱经过巴结才要做代志呢。那这就真不应该了吼。不过人民呢有义务，总是要做代志，一定爱循规矩吼。不过这就是循规矩呀，这是正法的动作吼。那不亲近，不可抢情，咱唔通去抢情吼。那放纵咱家己的情绪吼。也唔通呢去亲附依靠重色凌人，咱干那要依靠势力啦，这都唔对咯吼。那些老实做代志，老实呢办事，为着要利益群生啦，咱来有这个规矩呢，那如法啦去办代志，但是唔是呢？干那为着那这这有权有势呢，那来奉唱咱家己吼，安尼去依附吼，那这种附亲附依靠，干那要去靠在重势力啦，这安尼就会令人吼，那对人啦，有时阵不该得的去给人欺得吼。弱势的人，那无法度修好伊应该有的，比迄个强的人去该抢过去，真呢就无应该吼。这种依靠重色凌人，这无应该啦。所以弱尽贵人，强依权势，哦，在权贵的人呐，权势真大的人。吼、哦，那咱干那一直要去亲近啊，这呢，恐惊咱家己呢，就是有安呢的作为，这就不对了吼，袂、哦、用的吼、哦。那损物无益于多，干那伫迄个所在呢，浪费时间啊，啊干那为着添味，为着呢，那要依靠这有权势的人，那浪费真侪时间底下。不只是在那裡，那也取得了呢，這種不應該得啊，這
无利益人的代志，那对咱的道嘛是无利益啊。所以顺物啊，无利益人，佮无利益咱修行。所以伫这个界线的内底，咱爱真体会，细心用心呐，吼。所以国王王子大臣官长呢，那就是一时有权力之人呐、啊，咱唔通去攀吼莫要攀缘呐、啊。其实国王王子这嘛，敢那一个名称尔呀，就是可以一世人拢做国王呐、啊，可以一世人。拢是做大官啦，啊嘛是一世人也无常啊，啊唔是永远吼天长地久啊，这种呀国王嘛有失力气的时阵呐，嘛有无常的时啊，那王子大臣拢是同款呐，何况呢人心不调和啦。世间安怎变迁，拢唔知。现在你靠势，将来呢？世事要安怎啊？无需要，咱真正心静、那念静，咱为天下众生而付出，唔通干呐去攀这种有权力的人，这只是一时，当地时啦，咱拢唔知。所以无需要安尼去攀呐，那尤其是修行，咱就是爱靠咱家己，爱好好呢用心力伫咱一直咧发吼，那发入心，咱才会当立一条道，互咱行，爱行得正，咱来回啦，如是法。再来人间叫做如来哦，那以如是法而来人间呐，就是来来回回保持着咱的真如本性，无去互乱去，无去互杂去吼，所以绝对唔通攀缘呐，以世缘深中故，其行动未必真合佛道啦。因为这一直一直跟世俗在里攀缘，咱已经修行啦，尽量一旦卖去攀缘，咱尽量卖。但是呢，为着爱做代志，真正是为净化人心，真正呢是为着要利益人群，那咱都要准备好，咱一旦安怎去净化人心？咱要安怎样会当引导人人互相利益人群？咱就是为安尼个代志，伫人群中袂用个讲吼，那为着讨好人啊，会当互咱权、互咱势，毋是安尼，所以咱一定爱真用心哦去体会。啊，那无呢，即世缘深重啦。这个行动啊，对咱呢未必合佛道啦吼，所以咱来发心在人群中也都爱有安呢，也这个界限吼。
做欲以清净呐，不随顺即受种种烦恼纠缠，即逆境损害吼、哦、啊，那是该清净呐。啊，清净过来呢，哦，忽然间，咱无搁再随顺，无搁去该添味，无搁去顺意吼。可能呢，也惹来了真多呢烦恼、纠缠、诶逆境损害，嘛无定着哦，唔通讲哦，哇，这都是我已经甲宽世的人行真近啊。宽世那是有时阵啊，你若无顺伊的意，哈、哦，原来是会惹来真多呢，迄、那个逆境损害吼、哦，那。若随顺之，即受非分名利共用，即顺境，即也是损害。你现在一直一直顺伊，啊，直直顺落去呢，干呐得到一挂非分的名利啦，来甲咱共用，安尼吼，即也是一种的损害啦。那所以讲起来，去依附啦。用世啦，这拢唔对啦，所以敬畏海道之正常言吼，一直要去亲近这的人，这拢总是海道对咱的修道啦、修行者呢，总是有害的正定，这个正常言吼，那处应理损害言者一吼，这就是。一项就唔通亲近，咱该要亲近的呢是法，咱的正法；无该亲近的呢，咱唔通亲近。不亲近的，那就是安呢。该亲近的是安怎？咱真正用心。该亲近的，一心三归四忍，咱来真用心。在这个宽世，咱唔通。去靠近，所以这是损害言的一项，所以对国王大臣等等啦，就有宽恕，咱都要用心去体会啦。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